都是不要五百买的。我能能这一年就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又要开始熏肉了。上面那一批已经快干了，所以我又熏一批。因为那一批呢，朋友们预定完了之后呢，还有蛮多朋友想要，所以我又做了一批。做完这一批就不做了，就过年了啊。上次我们是自己来切这个肉的，切的不是很漂亮，所以今天我就喊那个师傅帮我们切了。你看他切的跟切的漂亮多了，肉的好看一些。现在我把处理一下，就那些太肥的什么的，把它切下来。一会儿把它腌制起来。今天多买了一些这种瘦的肉，这个我来腌酸，拿一些来腌酸。这个肉好粘手啊，这个就正宗的土猪肉，但是土猪肉呢就有一个缺点，它会比较肥，一般的肉要肥一些。你看，这里很好看，看到没有？整一条肉，因为一般都是一条条的熏，不可能说光熏这一节吧。你看中间这个位置，因为把排骨割掉了，所以这里会稍微肥一些，但是上面这都很漂亮的，就是中间这一节会肥一些。现在这样看很好看，我跟你们说，熏干之后呢就会看起来很肥。像现在看起来都很漂亮的，基本上都很好看的肉，都是很漂亮，看这看好好看。熏干之后呢，因为瘦肉是锁水的，所以熏干之后呢，基本上看起来都是肥的。我婆婆的经验来说，越粘手的肉越好吃。新鲜的猪血还有猪肉，你要吃哪个？就是卖肉大叔送的一包猪血。哎，嗯，好好吃哦。嗯，好吃不？啊？眼睛不要这样眨，眼睛。你这样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猪血好吃吗？嗯，还留下了。嗯，不好意思。陆妈妈。陆妈妈。陆妈妈。我们两个像不像呢？你像妈妈还是像爸爸？像爸爸。像妈妈。像爸爸。像妈妈。像妈妈。太好吃了。慢慢不要那闭眼睛呢。椰蛋。哦，椰蛋。他那阿姆椰蛋。椰蛋。弄干弄干弄干。干了啊。干了不？干了给老爸倒喽。你看弄呢？啊。弄呢？啊。啊。嗯。是椰蛋比赛啊。嗯。打这么多菜，今天早上你看，哎呦，这个都有。椰蛋。哦，咱八个蛋了的。哎，干杯！对，哪个卤蛋都干杯，你看。
那你。那那那那那。我们俩有我们俩。来喽，慢慢来你。咦，你听到妈妈声音了？啊？太慢了。太慢了，太慢了。牛奶。等等一下嘛，你等一下嘛，我冲，我冲。怎么说啊？谢谢阿曼啊。谢谢阿阿曼。奥达他们，奥达的，有个奥曼。奥曼的，有不奥曼，但你哪单来？跟表曼吃啊。哎呀，我腌制完喽，熏点点排骨。就是切下来的肥肉，拿来炸油了。炸好油，到时候拿来打火，很好吃的。等打开。我在打一下，单哪个？单嘛，送我一嘛。现在都养啥呀？我们当时打工了呀。一间那个没了，当一间。以前你当时那个没了，你刚那个没人当去了，那个生产了，像以前家根本其他都没有。当哪来两个啊？哪样？